段时间，他只要这件事，他要的东西很多。可是刚刚好这件事，也许他的原生家庭父母不能够给你，可能那可能就要靠我们的老师们，辅导老师还是关怀者，好不好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提供给他被了解这件事，那被了解你们自己再去 Google 去学习看书等等，他有被了解的技巧，我们在这边介绍，我们只介绍那个关键，好不好？这样 OK 哦。那有了这个想法，他被了解，我们就要顺着这个一直往下走。你的被了解就是说我真的第一步就要先知道他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他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空谈了解有一点可惜，这样子只是可惜哦，不是说你做错，一定要注意听。好，冲突跟动能在这六到八年同时发生在他的大脑里面，非常的奇特。那我们把它列出的是以上的三件事：他发展两极化的思维，然后他发展他在感受很害怕这件事情，刚刚我们也特别介绍过。然后再来就是他在发展改变回路，他整个是在整个循环这条路线哦。各式各样的循环，我们等一下会介绍。在循环的路上，它也改变了。比如说，它建了多几条的快速道路。好、哦，比如说以前只有一我马在这几上面高，因为这几上面高，在上面高，两个最主要南北的是什么？中山高北二高。好好，有没有听到？好、哦，然后这中间就架很多的那个，因为它发展出来，它本来就有，可是它发展出来。所以它其实回路开始改变，同一个地点，它其实可以用三个路线去进行。你觉得好不好？我觉得蛮好的。可是你延宕之后，就只有一条路线，所以你就会说到说，哎，为什么有的人好像很固执？他只有黑跟白，为什么？有可能被延宕吗？有可能他有本身的情绪困扰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那个是比较广泛的，所以不能一瓜而论说我们一生都发展。虽然它有一点像事实，不，你放眼看我们今天的弟兄发展极好。好，所以这边只是我的小结论哈，跟你分享说，我们做关怀工作者哈，我们必须认真的相信，光是认真，你要讨论一下你有多认真。认真的相信，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它里面内在的发展，我们改变不了。所以你一就是去使用它，或是你就是失去它，这样子而已。你不去使用它的话，你就是失去它，因为你要用到耶基督给他这一段很宝贵的转折的这一段时间的话，你把它好好的用出来，你知道它的建造的快速道路就更多了，还有那种乡村的小径，还有省道，它全部就发展出来，很棒。它以后就好，很棒，好，好，这样 OK， 有了通土动能极致化。那我们现在就介绍，就是一二三，那一两集哈，我放在这边给你们做参考。它在发展无聊，你不要以为无聊就是无聊，它会发展，它发展的高峰期大概在。我们透过研究之后，大概是在15岁左右是高峰期，所以你们碰到青少年，如果刚好是15左右的时候，他那个是无聊系统发展最顶峰，他对万事万物看到都是很无聊的。那他无聊的表象就有各式各样的，有的就是心不在焉，有的随便你讲，就是只要他在发展无聊，两眼无神，不能 focus， 不。通常下午聚会，你就看到整场在发展。吴汪黑马龙青少年啊，我们都会帮他解释说啊，他们很累，不会，人很累不会自动睡着，不会，那个是脑整个的发展，他是。好，我们不介绍平常的安息日，我觉得会勾起你们很多的回忆，这样是不正确的，不正确。我们谈青少年，所以青少年他发展无聊，也包括他的动作，他一个这个两六，这个两六，你稍微有一点引导，在这边介绍上课的时候，稍微有一点点让他觉得没有什么感受的时候，他就上厕所，都出题啊，都滑手机啊。因为他没有办法 concentrate， 这是正常发展。你不要一直在那生气，给我专心听。那个是十二岁以下，他十几岁以上的没有办法专心听，像你们都不能啊。
么又扫到你们去了？好，就是说他是发展无聊，那你这样就是认识他就好了，知道什么？哦，一定发展。哦，是，像我通常会说，姐妹，你现在就读什么呢？好，他们对年纪其实也是很担忧，他就很奇怪，他不想跟你建立关系嘛，很私密的东西。高二。那因为我不太会算高二是几，然后我就会说哦十三，你会看到我的方法，我不会说高二，那个脸就是说意思是说你高二还这样，没有就哦十三，毕卡索十三，然后他就说十五岁吧，很精准，然后我就说哦意思哦发展无聊，今天睡一下睡一下，困一下不要你有惊喜吗？他发展怜悯，要好好的使用他。刚刚我们说，你用他，或是你失去他，他发展怜悯。所以我关怀青少年，我一定用影片，那个少一只脚的啦，缺两只手的啦，我一定放这种影片给他看。你们 OK 吗？你们要尽量利用资源。我会给他们看印度的没有饭吃的，非洲已经整个饥荒的，我就这样放。你都不用讲大道理，你这样放，就跟他在那里烤。这时候不要像我一样说，主耶稣都爱我们，完蛋！因为你这样一出去，他负面思维立刻进来，因为他在发展嘛，有没有？他所有的东西从负面进来，那我觉得主耶稣不爱我。明明看到很感动，你就把他扯往扯到旁边去了，不要放完放完放完就这样。老师觉得很感动，这样就好了。你都比你更感动，你喜 OK 吗？然后他其实在发展关系，因为他害怕关系，他其实在发展关系，因为他从他的依附关系，就是父母亲的原生家庭的依附关系的那个里面，他脱离，他一直不要那样的依附，他觉得不知道是我不知道他是觉得不好还是丢脸，他是自动就脱离了。那他从这边要进到同侪的里面去，所以朋友对他来说极其重要。那刚刚好我们旁边的老师会说，那个朋友你不要教，很不好，很淡，他你就在挑战他的负面思维，他就觉得那我教教看，我证明给你看我是对的，这个就有危险性，因为他有可能看错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你只要一说那个我觉得你不要跟他在一起，会被他影响，他就说那我为什么不能影响他？有没有听过？你为什么对我没信心？我可以影响他，我就说利偏利，哎呦，所以他其实在发展关系，然后他其实在发展责任，很妙。可是我现在讲的所有东西你就要对照他的两极，这样知道吗？就是说他无聊其实他很专注，可是他专注什么我不知道， OK？ 那他发展他就冷漠，你要对哦，是给你题目，是你后面要自己写。你写了之后就会认识他在这两集当中真的摆荡。他今天哦，忽然间就帮你做一件事哦，吼、哦，你就觉得饿了。结果他明天他不甩你，然后你就觉得说，这孩子发生什么事？快点要看精神病。哎呦，你就把他归类啊，不行啊，他发展就是两极震荡，他24小时之内可以震荡5-6次。然后也有可能是5-6个礼拜震荡一次，那每个人的 cycle 不一样，所以你不要同一而论，只是我们介绍一个概介绍而已，其实你们都懂，就是说你要真的认真去看这件事情，如果你不认真，你会被锁住某一个点的时候，你可能也是被延宕过，你很执着啊，听起来很好，可是做辅导工作你一执着就是很不值，你不要看这个字很美，你要执着该执着，可是每个人都告诉我每一件事都该执着，不要啦，好老师对吧，有时候没有咖啡就不要喝啦，对哦，喝水也不会怎样，那不是人创造的对吧，他们不回答好啦，那你就要对照责任就是什么什么啊，关系就是什么，所以它是两极震荡，我的重点是这个而已，我不是说它这个是对，而是它是在这一条线路里面摆荡，一直摆荡，它很专注，有看过青少年很专注吗？哦，他如果玩他的东
西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他只要有兴趣，哇，他可以很专注哦。可是他又可以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暗恋了哈，就是两极发展。那害怕我们第一节课介绍 ，OK， 跳过了哈。这个都是他这一段时期的东西。再来，改变回路，我们稍微用一点时间介绍。大脑回路改变，剩下你们可以统统自己补充哦，放进去。我们知道这一点点。他大脑的回路的改变，是因为他一直开始有第二条路出来，就是说，因为他是负面思维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不要，那会怎样？这就是第二条高速公路，你要认识哦。所以他其实在帮自己建造第二次机会，你觉得宝贵吗？觉得很宝贵，要不然打就不能再起来。可是你看，神就已经预备未来22岁之后的成人世界是很残酷的吧，很现实的。所以他用8年的震荡期，其实帮他铺这条路。你跟我要跟天父真神一起合作，把这条路带出来。因为他在发展第二次机会，就是他的回路不一样。那个回路就是他以前绕只有这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就是对跟不对，很清楚。可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大脑回路发展，就是说。万一不是这样怎么办，它就出来了，不是你教的，是它自动会发展。然后它自动一发展的时候，你其实就要等待，因为它正在发展，它不是立刻盖好，你要等，有的等好几年，有的可是你要旁边一直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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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。可是在台湾的时候有一点点可惜，就是变成用课业强化它的本质，就是说你不会读书你就完蛋，你会读书你最大，他把它分类，所以他在发展的事情上一直受到阻碍。那阻碍之后，他也会习惯，就内化了。他就觉得，原来我就是这样，原来他们看我是这样。他透过你，原来他本来要发展自己看自己哦，可是因为旁边的声音太大，力量太强，就内化说，所以我没有用，所以我不好，所以我他自己就归类归类。那这一条路本来没要建，对不对？就收回来。连当的话，那个什么铁就建了几年建不起来，那你们就一直骂说，那一样，大脑也是这样，他建不起来，他就停顿，停顿他就慢慢消失，因为他被内化，就进来说我是这样，就本来只是一个事件，就内化变成人格。那你就看到有人就是后来就是无所谓，22岁以后还是无所谓，他没过来，22岁还是没责任，因为他不正当。你就不敢交托他工作了，因为你交托他就不来，多一点他就不要，就是这种不好，请问这种是另外一级的，怎么样都会来的，不好，你要小心呢，你以为你很棒，我不是说你不棒哦，你要注意，就是它是两极震荡的话，你偏颇一边，其实你就是有不足啦，安内倒过来，你偏颇，你每一个都是这样拿起来做，拿起来做，然后就哇，我这样这个脚拿起来做，其实本来是好的，可是因为它没有第二条路，你就是高速公路也没盖起来，二次机会没有，那你不能倒，你一次倒可能站不起来，有可能很多人在做圣功的路上，本来很热忱。一次有一个人反对他，歪来不换回来，就是安内啊，高速公路没有建好，第二次机会没有建出来，所以大脑回路其实在帮我们建造第二次的机会。第二次的机会很特别，我们分享多一点。二次机会的东西就是他正在盖的东西，一个就是判断。我们先介绍就好，你可以自己去 study 哈。第二个就是自制。我现在这样写，不是说他只有往这个方向，就是他会判断，他会，你给他5年，他就会判断，不是，他是震荡，就是他是两边走的，这个就是叫回路，很特别，他就要取一条哪一个地是比较稳，他就盖在这，所以他在发展判断的能力、自制的能力，然后他在发展理性。因为这段时间是非常感性的，我不爽，我就不要了。可是他就会回来到房间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想：这样好吗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告诉你，所以他其实是有，那就是发展期。
他不会永远就是不酸你，回到家也是不酸你，没有，他会自责，因为他在发展良心跟不是怜悯，怜悯。好，我看到老师好像很失望，我应该这样吗？啊，不管了，不要理他，有没有震荡？然后呢，结果明天看到你又强化他一次，你继续给他那个臭脸，好，他就觉得我可能不用发展这里面了，就往一天一天走。所以他在发展理性、判断、自制理性，还有一个就是分别、分辨、分辨。那你下一个分辨，那这个所有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说的二次机会。我们只是把它拆到更细，二次机会太抽象，它其实就是它意思就是它会允许它里面判断错误。他会允许他里面自制失败，他会允许他里面很冲动，他会允许他看不清楚，自动的哦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弹性非常的宝贵？那像我们，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判断错误吗？恐怕不行。我们要好、正、完美、确定，否则你当着大人当假啊，我们有偏颇，我们不足偏到一边去，你不要。你所有的东西到后来22岁之后是从真理进来修正，可是现在我讲的是真理进不来，因为青少年时期对真理的东西他一直在抗拒跟摇动，那他完全需要透过你的引导提问来问有关于信仰的议题，如果没有你直接下马药就说你要这样，懂吗？懂吗？因为他发展就是那我不要会怎样，你其实就把他赶出去啊！你以为你讲得很好啊 ？No， 你以为你讲得头头是道 ？No， 是对的，黄金利率都对的，但是它里面的发展是后面的路，就是那我不要会怎样？结果没有人引导他后面的路，于是乎他就确定了。什么时候确定也不知道。22岁那一年，他就说：“妈，老师，拜拜。”我姐的亲你了。现在就优秀，我告诉你，优秀的是你们脑海中的优秀，就是唱诗、跳舞、弹琴什么都会的，就是随便他就可以站上来带领唱经。你觉得优不优？可优，对吧？10几岁，可优，太优，简直就是教会的接棒人。好，与主合作。然后他真的，他带领我们就是与主合作。然后他到后来，19岁的男女好棒哦 ，Happy Birthday 哦 ，Happy Birthday， 他正式哦跟你 announce 说，19岁生日的那一天，也就是我离开教会的那一天，哎，多稳啊，多沉啊，就当着大家19岁 Happy Birthday 那一天，还有3个月02天，那一天也就是我离开教会的那一天，全场就这样子啊，然后他说，请不用为我惊讶，因为我做这个决定。带领我看清了事实，他这样子的言语你 OK 吗？你坐在下面，好，来挑战，你想不想站起来？好，然后第一个想站起来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个念头请你不要撒下去给其他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因为你是安全警卫训练出来的，你的大脑立刻就说这个要带出去，哔哔哔哔哔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不会流泪的，你立刻就想说：天哪，他在讲什么啊？离经又叛道，还在那边撒种，哎，我底下有多少无知幼小的羊群，不分左右手。啊，底下的人哦，我是讲真的哦，底下人帮他拍手，你拍得出来吗？你真的想要站起来当警卫，对不对？拉出去，拉出去，推到外面斩首示众。阿弥陀佛。不够哇！你把我逼干死，一定要练习。你脑不够松，你气就冲上来。然后我说哇，好不一样的想法。好，我要很真诚哦，好不一样的想法，是我第一次这样听到。哇，你就一直哇哇哇的写，画逼干死，哇哇哇啊哇哇鬼破歹的，刚刚说哎对哦，哇哦哇。那大家就同仇敌忾哇了嘛，那我们就有兴趣了。他告诉我们，好冷静，这个人忧到这个地步，好冷静，一点都不会撒野哦，你根本没有理由拖他出去的。他就这样子，
没有什么好惊讶的，请为我祷告，那里有一天我会再回来见你，拜拜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快点去了，我说哎，多讲两句嘛，我听我三五年多讲，哦，他就开始一二三四很够。所以你看我现在讲这个，就是说他的二次机会假如有被发展过，判断失误，自制失败，理性不足，分辨不清，假如他二次发展的时候，恐怕他的动荡不会这么大。但是整个中间是因为强化过程，每一个人看到他都说你有够，有教会以后就靠你，他听到这个里面就开始，那如果我不在会怎样，看到看到，所以他发展就那我要出去看看旷野的我。而我们就说什么，神的羊会自己听神的声音，教会不是只有靠你一个人，所以你可以走呆呆，有没有？有嘛，那弄一套那个、安全警卫系统的那个、机制。好了，这个叫做大脑回路，大脑回路。好，那大脑回路介绍完之后，再介绍一下学习回路。学习回路的图像也很特别，因为我不是很会画图，但是我尽量让你们自己去体会。它从直线的学习，在青少年时期转变成螺旋的学习，那是学习的回路。它那个大脑的思维怎么开始触动隔壁的东西？它是立体图像。那立体我还不会画，所以试试看。就是伊纳西12岁以前的大脑，他的图像就是这样子上来。他学习，你给他，他就熟，所以他是一点一滴往上累积。然后很多时候你就觉得，只要我教得好，他就学到了。对不起，那是小孩子的脑，青少年的脑因为震荡太剧烈，正在发展螺旋学习，所以他整个是这样往上，跟他蜗牛跟他往上。可是我们是透过图像而已，他的脑不是真正这个图像，只是说我们这样比较好去解释。他其实是触类旁通，他一直搜寻不同的资讯，然后来证明我这样是对的。这二次经验证明对吗？所以他会自己放掉，又自己累积，所以他是这样子螺旋。那只要是螺旋的东西，你就注意他一定有高潮跟低潮，因为是螺旋。他一螺旋到低点的时候就停滞，他那段时期整个就不能学习哦，发呆。我现在讲都是正常的，那你如果想到你的个案，可能就是偏到一点，有精神药物的也有哈，那是另外。我现在讲正常，你的停滞，停滞的时候旁边 OK 吗？不 OK 吗？安全警卫都不 OK， 包括他的父，你写创伤，你功课为什么变这样？就开始了，用强化作用进来，然后他这个一被干扰，因为声音是透过耳朵进来，在大脑这边盘旋。那个声音有很大，比如说他们的父母，我不知道，老师如果在加料、加火、加风，就停滞，就因为 shock， 就是像我错吗？我错吗？里面因为父母讲的都是对的，我错吗？我错吗？然后又震荡，因为他要二次机会，他在发展，结果那个声音再来，就是他还没有等到说，哈、哦，我可能错，可能错，所以他那个周期到底多少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人而异。有的人一停可以两个礼拜，有的人一停可以两个月，有的人两个小时就过，所以你可知你的停顿期以前是多少？无，你无就是闹也怪怪，你知无？你闹等于是不间断的在工作，你会疯哎、欸！你知道脑是不可以一直工作对吧？他今天只负责点头，可怜极了，那都会急的。谢谢你啊。那个停顿期一停顿的时候，他就要就在自我发展，一自我发展的声音很大，就让他中断。那声音一强化，就是两三次长48个小时之内两三次进来一个力道的时候，他就停滞，然后他就发展负面，就是说我不听会怎样，就出来了，那态度就出来了啊。孰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谁可以忍受这样的态度？你才几岁？我让你插了翅膀啊！很多人就这样骂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父母好会讲哦，什么你硬了，什么这样硬的啊！好，那几代好几代，今天啊，我几代几代家长来讲，你翅膀硬啊，刚好他是国外的孩子，就是他们在国外，可是同样还是带着那个好、思维，就是那一类的台词都是固定，类似像大家这样的。什么？你几岁？13岁？你翅膀硬吗？他就说你要吃肯德基啊！就他的妈妈就这样，
卖广告出来，你让他回来，那你就顶乖。公飞吃肯德基安了，因为他觉得翅膀硬，他就想到肯德基。安了，酥酥脆脆硬硬，安了，啊，再讲肯德基安了。然后他就讲，安、啊、了，你想怎样？你要吃什么？你想怎样？他，你就看到他那个大脑思维叫做螺旋图像出来，因此他的学习一定会停滞的。如果你的孩子，或是你的学生，还是你的关怀的人，青少年哦，这六年八年，他学习从未停滞，你要注意。教育，你要两边看，你不要一听到哦，那你是会让他停滞。可是你看到你有一些嘴巴会张，你的脸都会出来啊！你看到那种一直读书的，请问你的脸如何？哎呦，笑眯眯，哦呦，笑成这样子，你是不经意就露出你的满意度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学我？不论他是长什么样，他只要是个人，是个青少年，你永远就是看毕卡索。你没有看过青少年是不用停滞的，我觉得那个好恐怖哦。哼，抱姐姐呢？咋了？对，姐妹，小姐妹 ，always 第一名。我跟她说，下一次可不可以最后一名？她告诉我说，老师，你是教会的人吗？教会的人也可以最后一名吗？主耶稣好像 OK 吧？我就这样问她 OK 吧？不行。半夜出来读书，一直读一直读，哈、哦，那个父母都是这样走路。哎呦，我真好，我还是拢刚下注了哈，我真好，我拢袂晓讲，啊，唔知我拢第一名哈。好，不夸张哦。然后周边的老师就这样子，坐坐坐坐坐，哎呦，那你其实就是全部都是往一个方向在走。那请问全场的人全部都第一名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剩下99个就坐在那边说，那我们是怎样？那、哦、后面就发展，嗯，那我们要第一名吗？他会走不走啊？还是啊，不然要想怎样？他在发展，你同时在赞美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伤到99个人，你要权衡一下谁比较重。我看我会为那99个，因为他已经不行了。啊，我哥姐你那哦。钢琴弹到不得了，那个音不会错一个音，连半音滑音都不会弹。阿鲁来考到不知道什么学，我不要讲哦，就是顶尖的。阿鲁来搞到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台弹钢琴。哎呦，我两个这最后一次都很有兴趣哦。哎呦，那阿鲁，今晚要跳楼，今晚要跳。他说够够，我达到我妈妈要的东西，我够了。阿鲁，你怎么回答？赶快通知，以为跳楼对吧？我要懂，在你的面前，你怎么办？立刻输吧，立刻输吧，安静一下，笑得很厉害，即刻输药。因为如果你没有精神医师在旁边给他药物的话，你就要笑，刚刚提笑一笑，哎呦，最后一次弹啊，哈哈哈哈！老师你怎么了？因为怜悯，记得吗？怜悯，哇，因为你先笑。是的啦，我是跟你随便举个例子，就是讲你先笑，伊就连笑，安尼，伊就感觉讲也连你发展嘛，有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老师你怎么了？我就说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一听完你的东西，我就觉得我一直想要笑，怎么办？老师你要不要先坐一下？好，老师，你周边有人吗？哎、欸，他们很好哎、欸，都有那个辅导的技术。你周边有人吗？是我太太。旁边没有亲人，所以，其实我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让你知道说，你要立刻疏他的压力，把他转移目标。可是你不能进去跟他说，不要不要，主要是这样爱你，里面就出来了，爱吗？爱我这么苦，不用爱啊，少一个他可以爱别人。哎，他们是这样的高速公路哎，你以为你讲一句话很漂亮 ？No， 耶稣爱你，他就觉得我没关系，我 OK， 我牺牲。好、哦、好、哦，99个你去爱我 ，OK， 我跳了。你不用跟他讨论，马上放，马上让他放，即刻啦。阿贝尔，高中最后一次弹钢琴，我就说，我觉得你弹错一个音。他就说，我再弹一次。然后我第二次听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这很精哎哦，真的故事，我就说，啊，我听到。多的眼泪进来，
但是悲伤不够。我再弹一次给你听，第三次吧。够悲伤吗？那我听到一点喜乐的感觉。阿妹啦，我撸狗拜阿妹啦，啊，我就不满意呢。阿妹撸了狗拜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你知道我快不行了。”你觉得你知不知道？一定知道啊！可是你不要说知道，因为他后面就想说你真的妹，那你的对话要很慢很小心。我就是说我试着，我从刚才我试着听，姐妹，这么多的悲伤怎么办？谁了解怎么办？安安定他走，然后他就告诉我说：“老师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药，我跟你讲的话，已经不行。”妈妈叫我不要讲，好吧？那你姐妹呢？哈，安妮拉哈，好，失败回路也是她在尝试二次机会。情绪回路就是我刚刚介绍的，他们的情绪是多变而不稳的，这样子。她的回就她一直在拖，她不是只有悲伤跟快乐，不是，那是小时候哭跟不哭，不是。她发展多的沮丧的啦，变成新的字出来，沮丧落寞的啦。孤单的吗？因为这个都以前没有，依附关系里面不会产生这个，除非他有被强力的，就是受虐还是暴力，他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展青少年的东西。如果不是正常的家庭，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家庭，他大部分是到该发展的时候他就出来这些。因此，我才会一直放松所有的老师跟家长，就是青少年时期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要站远一点，你不要去碰他，是因为。你宁愿不要碰错而延宕，你宁愿不懂都没关系，会过。安好，他可能真的表现得不如你预期，但你看他的时候，你其实就要欣赏，说这是一个22岁之前的转换期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只是我还不知道有多美，你那个脸孔就不一样，因为你不知道有多美，但你又知道太美，你就慢慢看。慢慢问，你整个动作慢下来，眼睛什么肌肉整个都放松，哎，它就是变大了，整个是松的。那它立刻可以吸收你，就是说，哦，你对我有兴趣，哎，就是了解了。你如果已经带着一个答案，可是你的脸假装笑，他也知道，哎，他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的 ending 是这样子，冲突是一个转接器，所以你一转接器就是你必须转。一个气代表够，好 switch 一个 channel， 它是要通过的，它必须是，所以你要允许它的冲突。然后动能很奇妙，动能其实是它跟环境，我们第一节说它跟环境有关系，它是跟整个环境的互动，就是一来一往的互动来得到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有力量。有力量，然后有转折，有转接器，所以你把这两个要合在冲突不能分开看，冲突跟动能在基督的里面是非常宝贵的。可是如果从社会的研究里面看，冲突归冲突，动能归动能，然后会研究一大堆的理论出来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但是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把它合成这样，就是说他们只是在找一个地方，就是 channel 一个地方保护自己，是他的适应能力。那有的人就躲进去了，就是他找到的，所以他不是做坏事，他只是躲进去，因为他觉得最安全。他适应了半天，他发现有困难，你也凶，你也凶，你也凶，你也不允许，不允许，不允许，啊，你宾馆得意，不允许，爱得离开啊，啊，这就是他找到的地方保护自己。那这个 channel 是什么？就是苦的，他是那个不允许其他路线发展。苦的感觉就是他本来要发展很多，你硬告诉他不能发展，你以为你可以改变他，就他里面就缩起来，然后就找地方躲起来了。这是我的第二段，有没有提问？所以大部分人是躲着，那我们就说他适应，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要这样这样这样，他其实也是躲在里面。他不能产生一个愉悦的感觉，他只是躲在里面，好像我们会躲在工作里面，有没有？你问他你喜欢你的工作吗？哦，感谢主啦，你看那个脸就知道了。哦，感谢主啦。那你愿意继续吗？哦，感谢主啦。
躲起来哈，因为他不躲起来就是张，是显露的，就是这样子。你都不用问他你喜欢你的工作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哎、欸，你没有在工作，还是你有在工作，你都不会想到，你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喜乐？因为他是一个动物，他适应环境调整之后展现出来的方法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动物。所以我们不用去研究动物到什么地步，假如你没有时间的话。我们不去研究，我们只要把它想成很简单的一个图像，就是他在找一个地方保护自己。因此，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基督的辅导，在 N 图的时候，我们能做的非常的有限，因为刚才已经说它是一个陪伴的工作，所以如果陪伴的工作它是一个 support， 我们来一起看一起学、分享一下。刚刚已经说它如果发展的不够好，我们先倒回来一点点。他如果刚刚说的几种发展还有几种回路都没有、出现还是什么的时候，他整个比如说在家庭环境的压力啦、负向情绪压力等等，这个很多的理论、他自己会导引导引，反正他就躲起来了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叫做易受伤，易受告诉你易受伤 vulnerable，他整个的发展就是光，就是无能，好，易伤，就是哎，卡起来一个啊，有就痛哈。我讲的是里面的情绪发展啊。他如果是 vulnerable 的时候，你现在就想很简单，我们分享很简单的图像，我都是用图像。你隔壁的那个人如果贴一张纸条。因为他贴，现在没有贴，你不感觉。其实他贴了，他现在我就形容图像，他贴说，请勿触摸 ，do not touch， 好，请勿触摸，因为我易碎。那请问你坐在他旁边，你看到贴这个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动作？最直接、最简单，就是这样就好了，这样，你洗得不到，而且你今晚洗易受伤。我现在就他贴了，就是易受伤，请勿触摸。那你要做什么？你当然第一步就不要触摸啊，对不？哈、啊，有你想哈子，我就你要直觉反应的图像，哎，就是进入辅导。你人家贴请勿触摸，你就不要触摸。然后又易碎的时候，你按哪？你按，我按下来看会紧不？有无？啊，看它是真的会破啊，哈、哦、啊！你看那种玻璃啊。就已经进入辅导陪伴，人家已经贴了。所以他如果易受伤的时候，我现在讲的就是你就要支持。那支持这个字好抽象，我们把它打开看，好不好？支持的里面刚刚就是说他贴什么你就不要做 do not touch， 然后再来就是帮他找一个出口，那不是同意他做坏事什么，找一个出口。你有看到我刚才的什么分享见证？你看到我们释放他的那个关键点，那个就是帮他立刻找个出口。然后，通常你的 support 里面要包括怎么把它恢复好。你 do not touch 之后，你怎么帮他做复原？那在这个的上面呢，找出口、找复原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想到他现在又回来刚才那个、哦，他是在做。他是在做这个保护自己的动作，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进去。有这个概念，我们在做 support 就会比较松、比较慢。做什么呢？你就要从这边去想到，再打开一点点，就是他的叫做本身的能力有吗？他个人本身的能力有吗？因为你复原不能只是讲复原，他也不能透过语言，他要去寻找探索。他本人有没有本身的能力？那从圣经来看，一个人被耶稣基督赎回之后，他的生命是美丽洁白，有力量，有光彩的丰盛荣美。你可惜，那他是一个青少年，多忧，忧过你，又怎样？你的罪比较重，他比较起来，他的罪没有那么重，除非他真的去犯什么罪，不然一般的青少年，我讲大众，他青少年是无辜的，是没有特别的什么
没有你，反正就是没有你最重就对了。所以你要帮他找他本身的能力，然后这个本身的能力其实要透过你的一些真理的想法进来，那你的脑要松到可以把这个引进来，就是说我跟青少年对话是这样，弟兄，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话，我很烂。那你们通常下一句是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立刻就没有，怎么会烂？你看你这样，哎呦，你这样讲，妈妈会失望哎，你爸爸妈妈听到多么的伤心，有没有？我们讲话很像外面的三姑六婆。啊，专业的人他讲说他很烂，我们就问烂什么？烂在哪里？我这个烂，这个烂，这个他自己会讲，这个烂，这个好，好，再三个。这个的信念的背后是什么？你比我好。我其实比较懒，我因为我比你长那么多，我的罪比较重，每天都在犯罪。你老什么？你讲这归你的罪，我要狗整你。你那个信念是这样，但是你不要拿出来讲，你一讲他就会说啊，你有多懒，然后回家跟他妈妈讲。你不要承认，但是你的信念在里面。他我说多烂，他说这个烂这个烂。你看我不读书，我翘课，你觉得这很烂吗？从真理来看，这很烂吗？没有啊，你搞不好看老师很烂，对不对？他这样翘课，人之常情，这个很烂。我说，然后我不吃饭，我妈妈说我没救。然后我打电动，啊，啊，我们一听到说，哦，很烂很烂，啊，打电动，我打，讲讲，我说啊，五个哦，啊，五个，这样还不够烂吗？有吗？我也不知道耶，不要给答案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可以，我可以。问问耶稣觉得烂吗？哎，你有听到吗？你有听到耶稣说这样够烂吗？哎，你帮他怎样分开？哎，这就是我的支持，本查验本身的能力，从那边支持他。本身的能力出来之后，再来 check 复原的关键是他的家庭，爸爸妈妈怎么看这件事？因为那是关键的，怎么看这个烂？怎么看？那我就。办法告诉你，爸爸妈妈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，还是喜欢一半，他就会告诉你的。好，那你一边收集这个证据的时候，家庭的背景跟资源的时候，再来就是外面的环境，这是三个步骤，一个是本身的能力，家庭的环境，再扩大是外面的环境。那朋友了解你的烂吗？嗯，他这样就松开了，因为这是他最原始的依附本能，你帮他放松了。你不要讲别的大事，除非你已经有别的想法，比如说什么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一般我们只做到这个，因为我说青少年很难做，是因为你不用做太厉害。一般来说，他其实是会过去，可是他需要你的陪伴。那你的陪伴有一点技巧的话，就是帮他放松，这样子他就得到舒缓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很简单介绍的部分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就是在这边哈？刚刚我介绍的是实际的方法，其实它的字就是这样子，可是太抽象了。那我的话会这样说：我再怎么爱你，怎么懂你，我不会，我没有可能逼你做选择，帮你走这条路。可是我很想了解你，听你说，在这个六年，我们慢慢体会、感受主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这就是我对青少年的一般青少年的。ending 的时候会这样告诉他，他因为这样这句话里面，他其实有界限，有分出来主、我跟你，就是我不能取代你，因为他这一段一定要发展高速公路，他要自己建造，可是他很苦，他锁在里面，他躲起来，但这个我们就把它打开这样子啊。有没有提问？下午。吃过饭就可以讨论讨论哦，分享分享。今天还有一个很棒的个案，我也很期待。同工们，我没有时间给你们立刻发问啊，吃饭的时间我们可以放松的闲聊聊天，讲讲自己领受的啦。你们也可以跟我互动，告诉我哪一些不足的地方，好吗？愿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作王，带领我们在做青少年服事事工的时候。能够比较宽广，我的耶稣是这样子看他们的美，我们。
要站在耶稣的角度看，可是因为我们被绑住，所以我们看青少年不够美，我们就会出来很多格格不入的关怀。那我们有时候甚至更严重的是，我们把他们驱离教会的，那我们就不用去跟主呼天抢地说，主啊，你看你的人都不回来，主如果敢开口，就会跟你说，避美。S B， 好，我会不好意思，所以我每次做青少年事工，我都会问我的主说：“主，我可以这样说吗？”好，我要等候，那我尽量往耶稣的上面去看、去走、去靠。我其实看到的孩子是美的，我现在讲一般的，那一定有精神的、情绪的，都有比较极端的，我们可以私下来讨论。谢谢你们早上的认真，我们要用一个。你有什么宣布吗，老师？我的解释在祷告，我要宣布。哦，我要先祷告，我自己。你看到我的脑很奇怪。好，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带给我们早上美好的分享学习，就是在你们。